今天是星光影城开幕的第一天，就现在目前这是目前最新的通关。那今天我就带你们开箱吧。Are you ready?
超赞的。第一天就来看电影，然后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希望你可以看得开心，然后看完之后希望你可以分享，然后因为其实台湾电影很需要大家的帮忙，所以大家越帮忙台湾电影才会拍得越来越好，对，我们才越来越强大，然后拍出更好的作品给你们，然后希望你们看完之后喜欢，然后谢谢你们很勇敢的坐在这里支持台湾电影，谢谢。那谢谢，那谢谢，那谢谢，那谢谢。等等等，稍等一下啊，稍等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那大家快点，大家不要往前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快点。二三，好，掌声，谢谢。